周末呢也是远征到台中洲际球场，不过是5-3呢击败了中信。这球打得还蛮扎实的，但是有防守的机会，周家乐接杀出局，要高很多。对，好，这个滚地球就显得很 routine 了，一个平凡的滚地球，叶子廷稳稳的收球之后解决掉了，那么一样，会让左打者觉得是坏球。哦，这球被打得蛮平的，进手套，周家乐迅速的向边线移动，完成了接杀。魏权在第一局的攻势是3上3下，没有得分。关键是中前打第一棒有很高的上垒率，那胜伟在第二棒有不错的打点能力。哎，安导在界内界外界内，好，既然界内林少成还在追，那么继续往二垒去，球还在角落，那就上到了二垒了。林少成已经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够把球传三垒给刘基宏，二垒安打。被测到的最快的速度是150米。这球呢，进手套，林少成被南波一样直接没收。富邦在第一局的攻势留下了二垒的残垒，一局打完0-0。一垒方向反手挡住之后，抛给世鹏踩垒包，解决掉了张佑明。哎呦，要点，中间、哦、真的是方向不是太好。哎呦，看看刚刚郭晨怎么接的。对，漂亮，挥棒落空的三振出局。在第一轮卫权的攻势呢是连续3局3上3下，比数还是0-0。这球打在中线，李凯威拦球，希望帮起张正宇帮他传，但是张正宇没有接着他的空抛球，内野安打。点用 push 的方式接球之后选择传二垒 safe。 哇哦，要不要挑战？点了，这球点得很好，非常好，还要比速度嘞。对，你看林子玉的拿球哦，他是用空手去抓的，对，可见他也知道中贤这个球点得很好。这球出手了，这球出手了，这球撞墙了，是一个长打的安打，而且左外野手一次接得不够干净。那胜伟的长打带着2分的打点，2-0，富邦悍将先取得点。三垒方向的滚地球收球之后，三垒垒包是 safe， 好，只能选择传向一垒。王胜伟还是很熟悉左侧啊，三游这一块他很知道相对位置。我怕。好，这个外角球就稍微开掉了，引诱的味道比较浓厚了。四坏球保送，这是这场比赛林子玉投出的第一次记录上的四坏球，比较多。这球打成了冲天炮，在右侧，那张佑明跑到了界外区接杀出局，富邦的攻势结束。但是三垒方向收球之后的花贤，中贤快传一垒，解决掉了刘基宏，投到满球数了，漂亮，精彩的 location 投出了三振，这场比赛陈世鹏所投出的第4K。变化球的三振出局，结束了魏全龙队在第5局的攻势，世鹏投出了第5K。到目前为止5局打完，魏全龙队0-2落后。下一棒是胜伟，四坏球保送。好，这场比赛林子玉所投出来的第2次四坏球保送，走了，内角球传的稍微歪了就没有了。对，一方面是在内角进了一点，然后再一方面呢，吉利吉刀传的比较靠近游击这个方向。挥棒，这个位置
太有诱惑力了。王胜伟遭到了三振。这球打在中线穿过去的安打，那在两出局之后，安打郭天信传进来已经是来不及喽。两出局的安打在打点，富邦攻下了第三分。这球被咬中，这球被咬中，郭大强两分炮，两分炮，这一季的第七发的全垒打。用左投手来面对悍将最稳的第四棒范国成，这真的是一个风险。两好手在场边带领。哦，又是一个飞球，那这个球呢贴到了 warning track 了。林孝成有守备的机会，好，完成了接杀之后结束了富邦的攻势，在这一局呢打下了一个三分的大局。一个软弱的三垒滚地球，有机会形成内野安打，是内野安打。这就是打得强不如打得巧啊！走了，台敏抓得不错，这个球台敏真的抓得不错，而且一路传到了中外野去了。国天延信呢也很快的在后面补哦。那先启动的周家乐还是盗垒成功。跑着回来得分，要往三垒去，哦，上到三垒，连续两场比赛都打出三垒安打。哇，打在右侧的角落，有速度的叶子廷他就知道。这一球打得还蛮扎实的，后退，但是有机会。郭天信完成了接杀，结束了富邦的第六局攻势，又下一城6-0。富邦领先。好，这个滚地球是很 routine 的，收球之后的叶子廷解决掉了李凯威一出局。挥棒三振出局，而且挥棒挥得非常的犹豫。这个三振呢是陈世鹏这场比赛的第8K。如果是在局间要换投手，这球打成了一个右半边的飞球，就位了，完成了接杀。那魏雪龙队在第7局的攻势呢，郭天信打出了这场比赛魏权的第一支安打，但是还是以残垒收场，0-6，魏权落后。三垒接球之后刺杀掉了林志胜。明天的先发投手已经公布了哦，是李子祥会对上齐龙。强袭球，石恩齐收球之后 tag， 虽然甩得有一点点偏哦，但是还是来得及完成了刺杀。挥棒，这是一个三振出局，陈世鹏这场比赛的第9个三振，三上三下的一局。好，滚地球，石恩齐收球之后稳稳的传向一垒，传高了，但是来得及完成了 tag。控制能力都不错。好，再一次呢，稳稳的传 two out， 这球就传得让国成接得很舒服的位置。好，滚地球收球完封。哇，在今年球季，陈世鹏两度完封了魏权龙队，而且这场比赛他只被魏权龙队打一支一垒安打而已。陈世鹏在单季第2次完投完封胜，也是他生涯的第3次第3场的完投完封胜。这种独立的完封胜对于投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那这场比赛呢，世鹏拿下了今年球季的第4场的胜利。林子玉呢吞下了败战2胜3败，那胜利打点呢是王胜伟的那支二垒安打，带着两分的打点。陈世鹏这场比赛投的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出色，我们休息。